石头跟冠佑都有自己的孩子了嘛，那其他成员会不会想有同样的这个类似的打算？因为其实他们的小孩子都很可爱，嗯，对啊，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在旁边也跟他们借小孩子来玩，就玩得很开心的这样子，对啊，我借又不是租，对不对？加好加好，对啊，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。嗯，那小石头跟小玫瑰有没有一起玩呢？有，因为也是。有玩过一次啊？有一次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就那一次，那一次啊，那有在录一次啊，就上小时候就上不下去啊，就那一次要拿饼干喂他吃，不是小玫瑰的错，不是他的错啦，对，不是啊，是饼干的错。就有时候我们也是还是会带，就是不是演唱就一次，你也就这样。对了，还有一次啦，满月啦，有两次啦，满月请客，对，就两次，那就是有时候，也不是有时候，就两次，就两次，你也别夸张了，明明有事要死，有时候家里，对啊，都不带出来，就是那两次，然后有对，然后有带，有时候让小朋友让他们自己玩，然后就是会觉得其实小朋友他们在认识，然后在一起玩的时候，就变成像我们都要跟在旁边，然后那会觉得小朋友他们之间的那种互动其实还蛮特别的，而且就会觉得他们的那种反应非常的可爱，这样，嗯，对，嗯。那如果长大后小石头跟小玫瑰一起谈恋爱的话，怎么办？我是不阻止了，毕竟我的是男生。但是冠佑一直很怕，就是他女儿就是跟大家接触啊，就连我们几个叔叔都很难看得到他。没有了，是也不是怕了，就是担心呐，担心啊，恐惧，恐惧不是恐惧，有顾虑，就会比较拘，心虚，没有会，因为小朋友就是因为是跟我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。对对对，那所以我们见面的时间也，连我跟小朋友见面的时间也比较少。嗯，对。他从小朋友出生到现在，总共加起来看了40分钟左右吧。这么长哦？也没有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就会比较少碰到面。有时候。谢谢你们，祝你们的演唱会成功。谢谢。谢谢。